Hello， 大家好，继续七的魅影，而家你有魅影摩天楼，而家就打第三个嘅地区啦，即系风原地区嘅，咁我都比较熟嘅。第一个就系岩石系，所以我哋用火爆猴打啦。我要将咧喺呢个学校度学到嘅用喺对战上。你用啲咩精灵，用啲咩方式嘅战，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？杜鹃呢只有用地震，基本上一下死噶。唉，有抗地果。好，下一只咩咧？碗碗碗碗啊，叶边贝啊！好，剑舞再嚟瞓觉，但系佢啲技真系奇奇怪怪嘅，出啲技。好，猛毒素，正常应该一嚟就用猛毒素啦，点会用咩瞓觉咁低能噶？秒杀，好，因为有坚硬特性啊，佢速度果，好，应该未必死啩毒，唉，已经毒死咗。唔紧要，用呢只草技鞭死啊！俾多下玩完啦，岩切搞掂。太空鱼呢、這个都用草技啦，要用草技系最好嘅呢一只嘢，压死啦！摇篮巴侠火爆猴筋拳搞掂。啊，我输啊！好似仲有好多嘢要学，我仲会。仲会参加呢个挑战赛啊？可唔可以做你对？请你做我对手。第二个道馆嘅话咧，呢、這个啊呢、這个系格斗系火爆猴啦，赵勇喺呢个汹涌嘅波涛中咧，喺昏暗嘅洞穴中修行嘅我，你既然要挑战我，就等我睇下你有咩实力咧。超力王厌烦，哇系巨大化复仇，哎一嘢俾佢打死咗，暴风。哈拉哈罗斯用烈焰马啦，撞死啊！搞掂，怪力启暴龙，暴风点啦？波波狼照上，暴风，希望可以一踢过啊！唔使再我重新再打上去啊！因为之前前面嗰两个咧都系要我自己打上去，比较麻烦。即系要重新打多次啊！第一次就系下一百度死咗，第二次就鬼系嗰度死咗啦。好，希望今次唔好再死啦。哎，气息腰带，启暴龙嘅急冻光线得。不过你比我想象中咧近唔知咩啊？你嘅财运咧中咗又成就大浪啊！喺精灵训练家中卷起一个吓人嘅风暴啦，吓人的风暴。恭喜你获得胜利啊！帮你回血。好，我唔知点解个声头先会系咁啊，可能系有啲设定嘅问题啊。好，稍微搞一搞，希望今次 OK 啦。啊，笑者立千福啊，最后一场开心嘅对战，不断不断咁笑啦。好，地震实在太好啦，成对雷嘅话咧，咁我一只火爆猴就 OK 好晒啦。自爆磁鬼又比较惊啊，唔知道有冇呢个坚硬嘅特性，不过正常都系有嘅，佢冇好大，顽皮蛋信号光速，好揸一下，哦去正去星作势，定去将睇唔到先，首先总之都系嗰个意思啦，癫龙杀啦，佢帮我加咗两下攻击，一定输啦，雷超招杀，哈哈灭晒团，气息腰带。好嘢啊！踩佢、啊！我俾你麻痹咗啦，哈哈哈！真系一个了不起嘅年轻人啊，真系令人好欣慰啊！好，第五个啦，火系。好，火系嘅话咧，就用巨钳蟹，唔好启暴龙先啦、啊、嚟。好，一直以嚟磨练自己同埋精灵嘅力量啊，为咗激发精灵嘅潜能而坚持做自己嘅执着啊，就等你见识见识下啦。好。冲浪 ，OK， 但系呢个系燃烧尽，咁啊扣两下特工嗰招技嘅火鸡，召唤冲浪啦。其实飞人技好得嘅，飞人技可能仲好。哇，死仔啊！转一转先，鬼灯，佢连下一鬼灯，岩兵。好，虽然我想用水嘅，不过都唔系，因为。因为我啲攻击咧，即系唔系攻击，我啲血量都唔系话多啊，
啊，死埋添而家，火爆喉啊，地震，争一下，唉，我都死埋添。烈焰马用踩喷火台，地裂，喂，一下击必杀。咁啊，唉，死啦呢度，水技，喂，矿水果，你好嘢啊，居然有矿水果，唔系会输啊喺度，咩嚟噶？黑老加死眼，先用坚果先啦呢度。咁啊，寄生种子，鬼火，佢唔系玩干扰啊，咁我有机会赢啦，干扰啊，好，我知波动，唔系真系干扰啊，咁好彩冇火技。好，佢真系冇火技，我赢噶咯，赢啦！哇，大火技啊！好，唔紧要，我仲有机会嘅呢度。好，咬佢啊！哇，唔好啊，争啲噶咋，唉，又要打，啱啱先嗰月唔想再打，而家又要再打多层。好嚟啦，而家就系打翻去火系道馆嘅，咁火系道馆咧最好就火爆喉先啦，好。回坦龟地震，拖欠，拖欠啊！转解暴龙啦，我又地震，好在转得快，冲浪，秒咗佢啦！火焰鸡，火焰鸡就用二马，稍微分一分担啲战力先。岩石人一嘢砸死啦，岩石人啊！喷火，再用冲浪，冲啊 ！OK， 秒杀，鬼灯，地震啦、啊，鬼灯嘅话，地震，好杀埋，鸭嘴爆，鸭嘴炎龙，地震，好秒埋，哈鲁加，再用地震，赢啦啩，哎，搞掂啦，搏斗咧太过用力啦。你的强大令我想翻一个人啦，同唔同嘅人打咧就学到唔同嘅优点噶啦。好，好下一个老豆啊，好，即使系只个靓仔喺战斗中都唔会留情啊，咁就系啊精灵对战，你都一样啊。咦，其实我呢个咪封完咯，使乜再打多次？啱先谂翻起，点解我仲要打多次咧？因为之前都已经打过啦嘛，即系我过关我已经打过，咁点解而家仲要打？好，巨剑牌，蛮力 ，OK， 棘手少少啊，因为都冇咗格技，而家得翻巨剑牌嗰只啫，炎衣背，我相信佢都冇咩技可以打得入我啊，炎衣背，佢就算有喷射火焰都唔会杀到我呢只，大致烧到，哇，搞错啊！仲要咁样烧死添我，大火，冇一个战力咁样就急冻光线，照用啦再。双尾怪兽，睇暴龙啊，暴风，好，哎，争啲死啊佢，转重变忍龙啊，坐用飞人技啦，好咩啊？双尾怪兽照上。下马威，哇，好痛啊！只下马威都冇黑影，杀就嚟死啊！好赢啦，应该烈焰马再用细火啦，加速先。双尾怪兽下马威啊，佢又唔用下马威嚟，睇奇奇怪怪真系中毒啊！好似加工啊，对面中毒嘅话，照用火技啊，细火都搞掂，青出于蓝啊！重新锻炼自己，我要好飞人大道馆睇暴龙啦，同雀仔咧心意相通啊，一同喺天空咧，你有几艰难嘅战斗都要获胜啊！我见识下我精灵华丽嘅舞蹈啦，呢只系有干扰嘅，所以系比较麻烦，但系咧全部都怕冰啦，如果意外，李鱼龙，唉，李鱼龙，李鱼龙要用雷打或者衣背咧，剑补一下先呀。好，再嚟多下咁，冇咬啊，咬啊，点啊？大王焰
炮嘅，空元气我最憎嘅技，虽然我都有只大和二系咁样嘅技啊，都系呢个烧伤珠同埋呢个空元气屈人技。好，再用火技杀啦呢只。盔甲鸟就系一只麻烦嘢。好，咁啊启暴龙啦，然后用雷又用冰技杀。绅士啊，杀到啦，冰技啊！哇，我都几惊，佢一下咁样撞死我啊！嗰度好，虽然输俾你啊，但系今后咧仲有机，仲会咧执着于呢个鸟类嘅精灵嘅。OK， 哇，呢个双打战好似好嚟啦。咁呢个系超能力嘅，所以用火马先啦，一嚟就经过咧严酷嘅修行咧，我哋同我哋嘅精灵咧。你可不可以击败我哋嗰份羁绊啊？精灵配合嘅，以单打呀，我仲系双打添呢一度。咁样要转一转啦。呢一只系岩石系好似近拳击，咦唔系喎，地面系定死啦？呢只定超能力咧？试一试咪知咯。我用叶依杯咬佢就知啦，系超能力啊！我稀空我用咗，但系都系我快啲，唔知点解。艾露雷多咁样用坚果啦，呢度寄生种子急冻拳，铁壁边嘅咁都唔中，哇争啲死喎呢度我都，再补补先。佢个近拳击真系好鬼劲，精神前角。明明用加技打我就赢噶啦，但系佢偏偏唔用，真系奇怪到嘅啲 AI。好，青铜钟二马啦，大火，大爆炸。咁啊！巨劍牌啊！變招搞掂，我哋同精靈嘅配合啊，比起咧基本咧同你精靈之間嘅基本更為強大啊！好，呢個係水系冰水系，咁咪話用炎衣背啦。精灵技人嘅华丽咧，凭借佢不断磨性啊，好好睇住啊！我同精灵编织而成嘅水之幻象，好，剑舞一下先。龙星群唔好顶住，顶得住咁啊点？低牙海狮，照用草技杀啦呢度。好，仲有一下开啊呢度，开多下死啦，搞掂。坚果、樱花鱼、接力棒，哎咁都边个唔死？只要中我一招草嘅，佢就玩完噶呢只。冇错，呢只都系啦，又系怕草嘅，边死佢？咁都唔死，打死佢啦！有气息腰带啊佢，估唔到啊！好，反死自己，樱花鱼，好，鞭死佢，睇下点啊？咁我到你身上咧，唔输俾任何人嘅才能啊！但系华丽度咧有啲唔够，使唔使我着多啲衫啊？哎，讲笑啫，即系话啲衫唔够型啊！好，而家就系四天王啦，打，好，而家就打第一个天王。四天王花月喜欢你嘅神情啊，嚟场一个战斗啦！好。哎呀，用错重喺度，咦？但唔系都啱，好愤怒门啊！哎，愤怒门，即系有重技啊！呢二 B 背都暂时都 OK 嘅，大晴天好在啫，绅士啊，照斩啦，好狡猾天狗照斩，天之爆大，哎，得同威于尽。咁嘅话，火爆猴啊，巨牙鲨近拳击，搞掂。诶、欸，气息要大啊佢，鲨鱼皮，
到阿布梭魯啊，搞掂，輕鬆啦。其實呢個風源都易打，因為我呢對嘢都可以話係簡單啦。打風源嘅四天王，四天王附庸喺送神火山訓練啊，訓練過程咧獲得咗與鬼系精靈交流嘅能力啊，非常緊密啊，可唔可以造成傷害？睇下你劍舞火拳咬佢啦，呢度要直接，如果磨實死啊！呢只嘅夜黑魔王太劲啦，啲攻击力，梦妖咬佢，影球，火马，杀，旋妖女，杀，好，仲有咩啊？鬼灯，鬼灯巨剑埋，水，用气化佢用。鬼盆栽，好揸下，烈焰马大火，好搞掂。而家就到冰系啦，冰系嘅话，我记得我之前系用叶伊贝打嘅，都系。不过嚟四天王之一啊，喺好远地方嚟个风源咧，训练我嘅冰雪技能，但系到而家为止都系弱弱嘅精灵同埋训练家。如果我全力以赴，你冇赢嘅机会啊。好。呢只嘢啊，呢只要走，变马，细火，哇，气息腰带喎，杯杯龙，用近拳击，好，低下海狮，近拳击。保护，好嘢！雪妖女就一定要烈焰马啦。我记得系之前有次系俾雪妖女灭我团嘅，我记得。好，白海狮就转走用火把侠打，近拳，好，冰鬼户再嚟近拳击，点啊 ？OK。最后一个啊，龙系啊，龙系都系麻烦嘢。一嚟就勇猛启波龙先咧，唔好啦，坚果先啦。四天王之中最强嘅源自龙之使者啊，喺自然嘅情况下咧，精灵系野外生存嘅，佢哋自由自在，有时候会阻到人类，有时候亦都会帮助人类。当我使用精灵作为伙伴进行战斗时候，你知道点样先可以成功啊？咩条件啊？如果你唔知啊，你永远都冇办法赢到我。好。寄生种子先啦，火拳，唉，仲要爆击添，头先话急龙光线，烧伤咗唔紧要，双斧战龙，唉，打双斧战龙最紧要嗰只坚果，而家冇咗，咁嘅话用烈焰马啦，一系跳，好麻痹咗，唉，麻痹过去。解状态果佢嗰个系火把侠咯，近拳杀，血液飞龙启暴龙，急冻光杀，唉，抗冰果，咁嘅话就唔好错啦，岩军杀，七夕清鸟，希望可以灭佢团啦，巨剑蟹，咦，唔中猛毒。好波，黐龙王，二倍啊！一嚟斩佢啦，唔好剑舞啦，好危险而家。报恩，佢做咗啲白痴嘅判决啦又。召唤二倍，用十字剪啊，龙星群啊，我话唔紧要啊，你咪龙星群。万力一嘅车落去，好嘢，赢啦，果然啊，唔系浪得虚名啊！训练师需要嘅系高尚嘅心灵啊！精灵感受到训练师嘅心灵咧，从中学习啊！感受到训练师嘅心灵，并且强大起嚟，继续前进啦！仲有咩？啊，仲有冠军啊！冠军米可尼坚果，是与像春风一样起舞，是与像闪电一样突刺，越过重重困难嚟到呢一度啊！边个可以跳出最华丽嘅舞蹈咧？就喺度见证啊！
好，米可利寄生种，又出啲白痴技，咩瞓觉啊？你系咪低能啊？边啊？巨沼怪，佢似乎好多都系怕草啊！唉，好在我顶得住，有抗草果唔话知得啦，飞合弹，又做啲白痴行为，居然用急冻光线，死埋！佢已经累死咗自己啦，好完美咁。边啊？边多下？飞合弹。好，剑舞先啦呢度，佢都唔会打死我嘅只。低牙海狮就召用草技，宝石海狮草技，得啦得啦，对牙沙啦都系，喂狮唔头锤，火爆猴嘅近拳击，水流喷射。就咁噴一噴水就叫水流噴射，好搞掂！哇，太奇蹟啦，太正，真系太强嘅训练家啦你。好，已经完成咗所有嘅训练家啊、道馆啊、馆主啊、四天王嘅。咁今次就嚟到呢度先啦，下次打神奥地区希罗那冠军嘅，咁我哋下集继续，系咁先，拜拜。